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一二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Downtown East， 它是在 Pasir Ris 这边哦。这边最近开了一家新的东东东东地，它是4月15号新开幕。那今天这是第一天，然后像这个时间大概是12:30左右，排队已经排到就是肯德基前面这边哦。Q and here. Thank you. 这是今天的 promotion， 帮我拿。今天 promotion 有什么呢？只有今天吗？到30号还是还好啊？翻过来，翻过来。等等等，今天15号10点开幕。好像是 UOB 卡刷卡50块有送一个袋子，就是这个是今天的嘛？是今天吗？到18号，15、16、17、18，3天，所以不一定要今天来啊。OK， 我看一下 Q and here， 从这边开始排，然后这边一直排，这个是麦当劳，这边麦当劳。排，五、哦，我已经闻到地瓜香了。它9点到12点，哦，哦，很多人呢。9点就有人进去了。排队排到这边。Hello, excuse me. Any special for today only? For today and Sunday, $50 when you'll be cut your people, right? Oh, so 15 to 18. So today 15, have 3 days, okay. Yeah, then anything else? Yes. Like one item is 1 stamp, then you get 3 stamps and get the free plus 3. This toy, yeah, soft toy. How big the toy? Not very big. 10 centimeter or big one? Bigger than hand? Should be hand size. Hand size, okay. And how about the bag? This one, $50. Yeah, UOB card only. Okay, understand. How big the bag? Yeah. The A4 size? Yeah. Okay, understand. Okay, thank you. This is a 超大的电视墙。哇 Donkey!好像是第二天的早上9:20，快9:30，然后它的人潮没有第一天的多，可能是刚开门，就是9点到12点开，不用排队哦。那我们今天进去看看吧，先扫 QR code。OK， 我们先进来了，它先闻到就是满满的地瓜香，这一区就是日本地瓜啦。Hello, can I have a 2, please? Have a nice day.这边是水果啦，哇 ，10% 的草莓哦，呵呵。这是凤梨，哇，一颗大苹果4.9块钱哦。日本苹果3颗9.9。这一区饼干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些饼干？
哦，这个我在台湾就很常吃了，这个有没有特价呢？这我常常泡麦片，这是9.5，之前好像最便宜的时候是8块钱吧。哈哈，这饼干一包1.9块，呆手是卖2块钱哦，所以这边比呆手便宜，而且很多种口味。这是栗子一颗，一包是5.9。这是巧克力饼干蛋卷，这是洋芋片。哈，这个在新加坡卖3.5块钱哦。一颗高丽菜要3.9块钱，这是萝卜3.9。日本的茄子，这是洋葱。Dear customers, welcome to Dongo Dongi. As your well-being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we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can adhere to social distancing guidelines by keeping a 1 meter distance away from one another. 这是乌龙面。有寿吧，这边还有寿吧。哇，纳豆是2.8块。这个我在日本就有吃过了。这边是冷冻食品区，它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卖饺子，日本饺子有吗？这里是日本毛豆。这是静冈茶，9.9。这个是竹轮一包2.5吗？这个是5.5。这关东煮的配料是6.9，里面好像有附一包昆布汤。这是寿司区。这是柚子，日本咖喱，我自己煮东西几乎都是水煮，要不然就是煮汤汤水水的面，所以这些酱料似乎我都没有用过。这是糖跟盐的地方，这个是味噌汤哦，这个很便宜耶，这可以煮我的味噌汤，这是4.9块。这两个差别在哪里？一个有食物纤维吗？好，那我先买一包4.9哦，这是65克，而且这个克数还比较多耶。放进去，饭上面的，这边是泡面区，这个也是撒在饭后面上面的。这个现在有特价哦，这个有上 DM， 他说 buy any three for a free bag， 红色这个购物袋，所以买三包的话，平常北海道有吃过九州跟熊本，好，就这三包。这是泡面区，这个是做茶碗蒸的时候可以用，这有点，它放在这个包装上有点跟我们肉骨茶包类似，可是它里面的是用来做蒸物或茶碗蒸的那种，所以它大部分是以昆布为主。这是海苔泡面，这泡面真的非常的多哦。Dear customers, welcome to Don Don Donki. As your well-being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by keeping a 1 meter away, Don Don Donki.
这有点挤耶，虽然大家都很早来，9点。这是茶抹茶区，旁边是咖啡，等下再看。这是绿茶粉，这边也是泡面区。这是那个粉，还有片栗粉，栗子粉吗？哦，它其实是 potato。是担担面、豚骨、日清酱油。一兰拉面，可是日本已经出一兰泡面了，新加坡也在卖这个煮的，39.9。这个煮面超好用，9.9哦。这是微波用的饭，然后这个是用电锅蒸的一些料理包。这个 C 位刚刚买，这个是咖啡区。哦，这是饺子，饺子8块钱，还有9.5块，这是煎饺吧？嗯哼，哦，这6.9哎，240克，嗯哼，12颗，这个是30颗，我买一个30颗的回去看看好不好？它这个有蔬菜，然后这个是鸡肉加蔬菜，这两个差在哪？这个为什么是9.5啊？这边写8块钱。OK， 我先拿一包，这个是8块钱。这边是猪肉，这是制品，酒哎。这边是很多 sauce， 这边就是香肠类，这是鸡肉吗？这个是鸡肉，下面这边上面是牛肉。这边是猪肉，噔噔，刚这边人哦，这个是帮你料理好了，你只要这边是 barbecue 区餐具，
Yes, the给大家看我这两袋战利品，哦耶！还好啊，不是很重，顺便练一下我的臂力喽。
然后最后给大家看，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十点，早上十点，然后这已经是今天开幕的第二天，就是现在早上十点的排队人潮给大家看。然后这边其实有 shuttle bus 从 Pasir Ris MRT、巴西利 MRT 这边搭，搭到这里下车，然后这里就是搭车跟下车的地方，大家要来的话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哦。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有影片上传的话，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